我母亲就是能够得到隔离病房救治，这个过程中虽然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很多人的帮助和我加上我自己对我母亲的遗憾，就最后渐渐地影响到了我，就是写了这篇帖子然后发到网上，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网友就是病患的家属加我的微信，然后就对我里面写的一些东西不是很明白的地方，我也一跟他们做出了解释，然后我也跟他们说，就说在这个阶段吧，大家都很困难，但是我尽我的力量就去回馈社会，回馈帮助过我的人，帮助大家。就是如果有一天大家因为我的建议和我的经历帮你们度过了这个难关，希望你们再把这种守望相助的正能量就是继续传播下去。我只是一个传递者，因为有人帮助过我，所以我帮助大家。当你转危为安的时候，就希望你记住有这么一个母亲，她有这么一个儿子帮助过你，然后在心中缅怀一下这位母亲就行了。